我得让你服一波了。看，我是王，三盖一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压死！你们将大显身手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哎，拿下！8000，看见没？直接4000变8000。巨魔们就要打仗了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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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操碎的心，磨破了嘴，身板差点没累毁。全军出击！我们上路打啥？维克多呀！呀，我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点食料。不是刀锋吗？维克多。剑圣应该不能抢完红然后过来打蓝，剑圣应该能等一等。我觉得很爽，回家啦。传送一下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吧，我们先假装打不过啊，我们先往后退，我们先往后退，然后把兵线放在这里，直接把维克托给他咬死，直接过来咬，抡抡抡抡抡咬抡，好像不用交闪啊。回家，出个鞋。酋长，我国王，国王。正好兵线往回推，我们到线上吃鹰宴，然后维克托再过来，我们还省个闪。你在我的王国里。是冰河世纪了。哎，过来啥也没吃着。顶咬抡抡抡抡抡咬抡抡，回头吃冰。又没交闪现，我又闪了。这回不用再回家了。他们好像很生气。这回不用再回家，他这边过来，我直接闪现贴。他没升三，只要他没升三，没有立场，他就没办法定我们，他定不住我，我就一直杀他。他搁哪生的三级？咬抡闪现，抡抡抡咬抡抡抡抡抡抡咬抡抡抡抡咬，剑圣还送人头，无敌吗？这只会让你觉得很受伤而已。吃波塔皮，但他们快要变丑了。再见。
哎，维克托凭啥能出出来600块钱装备？他把谁给杀了？他是一级团杀的人吗？谁拿的一血呀？机械先驱刚刚拿到了第一滴血，机械先驱拿到的第一滴血。换刀妹上来坐牢啊！换刀妹上来干啥呀？我在吃人的时候喜欢放点调料。打个针眼去打个蓝 buff， 他这波指定以为我在这蹲着啊，所以他不敢上来。我们直接去打蓝，打完蓝还能回去收兵，兵线他也支不着。这打野都不来，打野来了，打野死了，打野不来了一波，然后死了吗？这里头有眼儿，他们好像很生气。你给我永远也别升级啊！三只手杀人了，那没办法，杀杀呗。反正刀妹儿他肯定是玩不了，那刀妹儿只能挂机。现在十五个兵，猴哥打峡谷先锋的，一会儿就跟猴哥抢峡谷先锋啊。峡谷先锋坚决是不能给猴哥的。这100块我可以不要，但是先锋我必须得要。倒妹上哪去了？
这人儿咋没了呢？塔下呢？先回家，毒了再开。那能让你念吗？国王，这是想干什么？这边塔下先拆塔，然后再杀刀妹儿。打倒妹，打剑圣。然后二塔我们一罚。剑圣不敢上了，剑圣，你上来呀！打个蓝的，我们现在是巨魔恶霸。没有人管我，可上高地了。防御塔筑城要脱落了。有团灭，那高地应该是没了啊。啊，怎么问号？这不属于正常现象吗？凯克斯飞门，等一下，维克多。不管他们啊，我们继续拆。他们打团战，我们拆塔。我是一个无情的拆塔机器。为什么这个刀妹居然值钱呢？顶你！不上了。可以，猴哥。
这么的啊，你们在中，我去下路猜。投降了！靠，他们居然可以投降！我天哪！